收手吧。我收手？我怎么收手？难道要我跪下求你们吗？啊，要吗？白朝飞，你就是个弃子。哦，小石头，你已经见过官家了是吧？那看来我绑了温柔还有那份调令也没什么用了。江湖之人生死如疗法摧枯，我以前不懂，但我现在终于懂了。我们是一起结伴生死与共的好兄弟，可最后你要杀了大哥，而我要杀了你，是这个江湖把我们变成这样的。大白，大哥回来了，你输了，收手吧。我收手？我怎么收手？难道要我跪下求你们吗？啊，要吗？没死就没输。他不小心用这把剑伤害到了自己心爱的人，悔恨一生。临死之前，他把挽留剑的一侧封了刃，希望后世人使用这把剑的时候能有挽留之心。挽留天涯，挽留人，挽留岁月，挽留你。我是使挽留的人，我有挽留之心，你是我想挽留的人。